节目由宗申智能锂电车独家冠名播出，传承喜剧精神，致敬经典传奇，结合时事热点，白衣四万余，创新惊喜不断，三万六加四万八等于多少啊？幽默相声将欢笑带进千家万户，精彩小品与您一同品味美好生活。中国文艺元旦系列节目《你好，2022》，笑动新时代。卢鑫和玉浩是一对年轻的相声演员，他们擅长在相声中加入多种艺术元素，使得表演更加生动，富有张力。其中卢鑫更是有一定的音乐舞蹈功底，经常在表演中融入唱跳等艺术形式。这一次他们与房鹤迪一起带来群口相声《跟谁连连看》，让在场观众耳目一新。今天特别高兴又回到咱们这个好戏连连看的舞台上，我们三个人呢今天也在的这个我，但是今天必须让我们来演出呀！对，人家就自己让他们打人去。咱们今天是返场来这儿给旁边演节目，总共后面剩这些位都进来，现在在这儿看了，哪儿看出来都进来了？够你点人数了吗？我目测也没有。我刚发现就是赖你，知道吗？还咱们返场，说错了。说错了，亲爱的宝贝儿，知道吗？我们返场，我们俩，你走，赠品走，我是最重要的那一个人呀、啊。你哪儿看出你重要来了？我怎么能不重要呢？你看这个人都跟你较劲。哎，上一回咱就说那表演的节目啊，人家拿的是真才实学呀。哎，咱吹的那乐器，人家吹那个烤红薯，烤红薯啊。陶笛，对，人吹那个笛儿，我也吹了呀。你那是吹了？我那就有没有都能吹，我这算 B-box 知道吗？什么玩意儿？你看多像！是，我知道，我知道，就光搁这儿了。你那陶笛还笑场？王哥对我没有认识，怎么了？不是说我没有展示，我就不会。你好，明白吗？你会吗？你唱的京剧，你唱《张二转》是吧？是，对。今天在这儿当大伙的面啊。我来个豫剧，你还唱豫剧呢？朋友们啊，可以来点掌声啊！我给你来个豫剧，愣要要，真可以，行来，咱唱，嗯。哎呀，在天府子规啊，有一种绝活，既神奇又好看，那就是河南的豫剧。豫剧中的变脸，这是豫剧。这个豫剧演员是从四川来了吧？恁这是弄啥嘞？豫剧就没有变脸吗？嗯，没有。看，我帮朋友们普及了。我是一个科普型的相声演员。豫剧里面没有变脸。你不普及，人家也知道。没有变脸，没有变脸。开个玩笑，开个玩笑。这叫玩笑。其实要征服他们，必须要唱他们的本行。好啊。京剧对不对？对。刚才不就唱了个《三家店》吗？对不对？是这样。今天给朋友们唱段京剧。啊，可以。对。京剧。这真是的。京剧，来来。哎呦，行，唱京剧不一定瞪眼，知道吗？干嘛非得瞪眼？在北京西站了，北京西站有一种绝活，既神奇又好看，那就是京剧中的变脸。京剧中的变脸。行了，在北京西站，是吗？哦，合着东四就不让去了，西单就不让转了，怎么个意思？这是京剧呀。京剧也没有变脸吗？看朋友们普及了，京剧也没有变脸。行，你这个京剧唱的还可以，他那个二人转不行，我这么给你，不行。哟，到我这儿来了啊？这不行，这我给大伙儿唱个二人转。二人转这个不一样，对不对？快，二人转大伙儿都听过，是吧？王二姐泼水。王二姐泼水，洗完衣裳出来的是吗？可不嘛。在东北那旮旯哟。
一种绝活，既神奇又好看，那就是东北的二转。二人转也没有变脸吗？二人转里什么时候出来变脸？我又普及了，二人转也没有变脸。大伙儿今天看这个节目长知识了，要记住，豫剧、京剧和二人转里面都没有变脸，都没有，行，都没有，可以了吧？心满意足了是吧？我们可以说相声了。不，走吧，快走吧。行，您心满意足了对吧？心满意足，你走就完了。不是，咱们得说相声。不，来，向右转，非得跟这儿，去那边领盒饭。哎呦，怎么了这是？这个位置怎么这么舒服啊？是吗？哎，我看你也顺眼。你瞧瞧，你看看我这个大长腿就适合站在这种位置上。是我这儿还治疗颈椎，你知道吗？不适合。哎，好，不适合。今天我给大伙儿啊说段相声。你说这话听着怎么，哎呦，往心尖儿里去呢？怎么就听着好像要真的？哎，就他平时站到这个位置的时候，哎呦，啊，行。哎呀，哟，这个原来这个地方这么舒服啊！哎，咱俩说一段。哎呦，看着画面还挺好，很唯美，还挺和谐。我们表演一个，真不错。说一段相声，可以。咱们就开始吧。行啊。是啊，是啊，啊没错。嗯，啊对，可说呢。哦，他呀，啊，多新鲜呢。嗨，去你的吧，去你的吧。去你的吧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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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干嘛？你会说话？等会儿，你听，打住，打住！你怎么个意思？啊，我是捧哏呢，我也是捧哏呢。不，这不行，光零碎谁受了啊？净这个了，咱得研究研究，对吧？咱既然要准备说相声，咱得有一个完整的节目，你知道吗？咱们俩呀，咱们下一期，哎，这样吧，干什么？说段单口吧，啊，这样没有纠纷，你这样就很难受。人一膨胀以后会变啊，好不好？说，别动这个啊，这是我们捧哏的财产。哎，没有关系，咱们都站桌子里头。你俩说话暖和。那当然了。哎，现在是这样吧，朋友们，既然都已经鄙视我了。是不是？既然都已经说，哎呀，我都不配说相声了。没关系，说什么呀？啊，今天咱们就来一段传统一点的，啊，展示这么一段，贯口报菜名，给我那个 music。别听，不，全国大菜南北全席，你想吃我就请你四干四鲜四蜜饯，三个甜饭四冷荤，还有四个点心，你想吃我也请你，你爱吃吃两口，不爱吃就下去。我是第一次请别人吃饭，我头一回。哎，到底请不请啊？真的。如果我跟别人去吃饭，怎么样？我从来都不掏钱。到底谁请？我请你吃蒸羊羔，蒸熏肠，蒸鹿眼，还有烧花鸭，都是大菜。烧雏鸡，我请你吃官野鸡，官鹌鹑，山鸡，土腐菜，鲍银鱼，这就不少了。我请你，请我。这什么毛病？这是卤猪卤鸭酱鸡腊肉，我请你啊，请我。嘿，放个底。对对对，咱少来这不行。中华小肚量肉香肠，我请你。哎，我谢谢。放个底。是我。这个韩长伟了。相声演员苗阜一直以来以推介西北相声、振兴陕西曲艺为己任，他的相声里总是不乏陕西文化。让我顶一下你狗子背后我窝窝。这一次他和马凯强合作上演《学秦腔》，把这一源自陕西的古老戏种唱给了更多人听。秦腔可谓是百戏之祖，没错，梆子戏的鼻祖。哎，历史啊。都能追溯到秦朝，是比京剧早多了。比京剧早多了。外地人啊，对秦腔有一个误解。什么误解呢？说这秦腔啊，吼出来的。不是唱出来的。那应该是。其实这我得跟您解释一下。您拿这个京剧来说吧，唱什么 E 调啊、F 调、
升 E 降 E 升 F 降 F， 这嗓门实到好的好到头顶到天了啊，唱个 G 调，秦腔啊 G 调起步，嗯，他们那儿最高，咱们这儿才起步，哎呦，所以听着费劲，就是他们那儿最高到那儿，哎，对了，咱这才起了步了，哎，嗓门必须得好，哎呦，平地起雷呀，而且秦腔啊。我特别喜欢，哎，在家之后来学说相声之后啊，喜欢这个滑稽幽默风趣诙谐，哎呀，所以我对这个秦腔的丑行情有独钟。这你有条件呀、啊？有什么条件？丑行啊！哎，您这话说的怎么就那么讨厌呢？不是，我看你长得这画出来，我长这模样挺俊的，我哎，长得风趣，哎，啊，长得风趣呀、啊，别长得跟老夫子里那大番薯似的，哎。您这人说话我怎么就那么不爱听，您老拿我跟卡通比什么呀，哎，就是这意思吧，就说咱喜欢喜欢丑，哎，尤其丑行啊有个这么一段唱啊我特别喜欢，哎，怎么喜欢了，旋律优美韵调好听，嗯，而且呢他哎呦这个唱词啊哦合情合理都没办法抬杠，那是没遇到我，各位啊，我除了说相声啊，平时我还爱写点那个文艺评论的文章，哦，您对这方面比较专业，您要找找我啊，我给你挑挑刺儿，你以后你这就更好了，不可能有那么完美的 perfect 的，哪有那个的，您能抬杠绝对没有那么完美的，哎，那行，哎，那您既然能抬杠，当着各位的面我学唱一段丑角，让苗老师给帮着抬抬杠怎么样，各位，出门来自觉得脊背朝后，这就不对了，哎，哪不对了，这不废话吗，出门来只觉得脊背朝后，啊，对，这谁也抬不了杠，您这不明白，您这喊、啊、你蛤蟆跳井，我这是不懂，哎呀，翘标还多得很，人家这有一定的科学依据，什么依据呢，为的是把肚子放在前头，后一步推一步，我全当魔咒，还是高桌子的板凳都是木头，你大舅你二舅都是你舅、嗯、一头驴两头牛都是牲口，哎，还真是一句杠抬不出来、哎、对，听着还有意思，哎，听着有点意思，哎，这叫秦腔大实话，当然了啊，我喜欢秦腔丑行啊，我也喜欢别的行当，还有什么行当，还有这么一个很有代表性的行当叫老生，老生都有、哎、观众生嘛，哎，对了，观众有听京剧的都知道京剧讲究马台扬戏，哎，对了，哎，按人物特点按人的唱腔分为的派别，没错了，秦腔不一样，秦腔怎么着，秦腔讲究一个叫衰派老生，什么派，哎，不明白了，哎，什么派，衰派啊，哎、就形容啊这老头啊人到暮年犹如衰颓败草一般，哎，特别惨，哎呦，这个好啊，这您知道衰派，哎，对，形容啊，您看这琢磨着衰派就老了吗、哎、对对对，特容易摔着，就这个状态，衰派就摔倒了啊，摔吧，摔，人家是衰颓败草那个衰，哦，明白了，哎，一唱也好听，好听，老一辈表演艺术家刘玉忠先生为代表，嗯，被京剧大师马连良盛赞为衰派老生一绝呀、啊，哟，今天没别的，当着各位的面，我给您学学这个刘玉忠，五彩仙官太懵懂。爹嫌人群还不行，娘们苍苍到老井，君子不向俺放悲声，到处找寻无踪影，莫非他都活回韩城，叫声天佑将父等我不平安、唱好好的什么动静，这是那可能唱这戏的时候那道边拴头驴，哦，下乡演出去了，一张嘴学不了俩音儿啊！您别说长得不怎么样吧、啊，唱的还真不错。您老提我这模儿，我这模儿挺可爱的，哎、我就是老害怕你摔着，还唱得真不错、哎、是，您别担心，摔派老有点意思吧？还会唱别的吗？哎，要说我最喜欢的啊，也是全国朋友们最了解的什么？
秦腔的花脸，花脸，净行，净行。哎呀，秦腔这花脸啊，唱起来费劲极了，还费劲。哎，当着各位的面，我给你展示一段秦腔花脸，怎么样，各位？行，来一个传统的老戏，叫《铡美案》。哦，《铡美案》。哎，当间有这么一折，叫三对面。哦，包公从后台到前场起欢音肩板，头一句唱词叫“王朝传来马汉饼”。您听是这边不是、啊？我听听啊，这这哈唱的棒极了！哎呦呵，我留神，别再说、啊，您这也是衰派吧？衰，这衰派花脸，那得拉匀手啊，得这样、啊。噌的啷噌啷噌啷的啷当啷的啷当啷噌啷噌啷的啷当噌，噌的啷噌啷噌啷的啷当啷的啷当啷噌。啷当唱，这回该唱了。唱的啷唱啷唱啷的啷当啷的啷的啷唱啷当啷的啷当唱。我说你唱不唱？你唱不唱？不是这酝酿嘛，大伙儿也喜欢看这个。酝酿三圈了，别老着急，你们这着什么拉磨呢？我说刚才有那动静，我是个驴呀，是怎么着？这拉什么磨呀？听着，哎，王朝传来马汉饼啊！哎，王朝耶！哎呦我的妈呀！哎，这基调不好唱啊！传来马饼！哎呦，真不错！哎，怎么样？好啊，好听吗？好听啊，太棒了！缓缓劲儿，缓缓劲儿，缓缓劲儿。他爱听吗？哎，爱听，爱听。还想听吗？还想听。就会一句，多了就回不去了。什么叫就会一句？唱多好听啊！您别说啊，好听归好听，这一段我们在陕西还能听得着。啊，是。你这么爱听，你有没有那研究的那我们平时听不着的？你得多。来这么多观众啊！上来人家导演组还把瓜子撤了。不是。他，你说这个就当然会的多了，你他们也不想听呢。既然您各位想听，今天啊我也不藏着掖着呢、啊。我告诉您，您来这趟好戏连连看，您卡来着了啊！我唱一段，您听都没听说过。哎呦，袁老师，您连大门都没摸着过。哎呦，我告诉你，打秦朝就有这段老戏呀、啊。呵，这哈是唱戏的都不知道有这段。我唱这出，让你们好好开开眼，听好了。哎，我听听、嗯。花脸啊！哎，花脸。亲爱的，慢慢飞，好像墙边带刺的玫瑰，穿过了丛林去看那小溪水。爱的春天不会有天黑，我和你缠缠绵绵翩翩飞。爱的春天不会有天黑啊！你这是传统民歌。哎，我这纯属捣乱。别说了。小品《去还是回》讲述了一对进城打拼的夫妻发生分歧的故事，演员小新被夹在中间左右为难，最终他凭借一身本领巧妙化解难题。整部作品反转连连，欢乐之余道出了亲情与陪伴的重要性。我干了，都跟媳妇干起来了，你能不能让着点，一个大男人说说都对不起不就完了吗？大哥，我打个电话。大哥，我挂了吧。媳妇儿，你说自从我有了出去打拼这个想法以后，你就跟我鼻子不是鼻子，眼睛不是眼睛的。你说咱俩都已经上车了，你就开心一点行不？那我上贼船还得跟贼走呗。这我咋又成贼了呢？就即使我是贼，那我也是个偷心的贼。偷心的贼。不说咱俩从早上到现在一口饭没吃，你饿不？你想吃啥？跟老公说，啥都给你买。小龙虾。小龙虾那玩意儿，咱得下车吃啊。这高铁上怎么能有小龙虾呀？
小龙虾，小龙虾嘞，各样式口味的小龙虾都有嘞。不是，就现在咱们这高铁上配置这么齐吗？早餐就给配小龙虾，这么油腻。这已经是我们这趟列车最清淡的餐品。那还有啥呀？还有东北的血肠，四川的脑花，北京的卤煮，您想吃啥？不是，媳妇儿，咱俩下车吃小龙虾行？这高铁上的味儿不全。五香、蒜香、十三香的小龙虾嘞，冰虾、龙虾尾，啥都有嘞。你是故意的不？你给我来个这个十三香的。好，150，扫码。150。嗯。这打工还没挣钱呢，先花150。小伙子，你要不嘞？我吃不起嘞。媳妇儿，你先吃，我去趟洗手间啊。嗯。那个。小伙儿啊，这小龙虾给你吃吧。大嫂，我不吃，谢谢。哎呀，我也不爱吃这玩意儿，你拿着吧，快，补补身体，快点的。你不吃买了干啥呀？我呀，气他。行，不吃也浪费了。那个，他脾气不咋好。那个大哥，拜拜，大嫂啊。你说那个，你为啥不让大哥出去打拼呢？那出去打拼呐，是好事儿。但是俗话说得好啊，父母在，不远游，游必有方。再说了，你大哥呀，他脾气还不好。你说搁外边跟人起啥冲突了，受点啥委屈，那我搁家我心里多难受啊，不能出去。你咋的了？感人。他最早出来的时候就是在厂里就走这范儿，他是我就一番就这一番。这么的吧。这小龙虾呢，你也别白吃，是不是？你帮大嫂个忙，一会儿你大哥回来呀，你帮我劝劝他，别出去打拼了，咱老家多好啊，是不是？你看，不是，你大嫂，关键是吧，我哥那大体格子五大三粗的，我劝不好还他妈揍我。那不能，我搁这儿呢，能揍你吗？不能，放心吧啊。行，就看这小龙虾的，不是，就看你人品好，就这忙我帮了。你干啥呢？坐这儿干啥呢？你干啥去了？上厕所去了。谁让你去的？这玩意儿又谁？你跟谁说话呢？哎，小鸡又来。不是，我问你，你敢保证出去就能挣钱呢？不是，我万一挣不着钱咋办？就算你挣着钱了，你还哪有时间回家？啊？我问你，就算你有时间回家了，父母需要什么？需要的是陪伴。咋的？东北这片黑土地装不下你了？我告诉你，现在咱东北发展多好，地大物博，关键是有特产，铁锅炖大鹅。我跟你说，这次我出门，我就拿的特产。你带大鹅了？我带铁锅。你那铁锅那玩意儿，我跟你说呀，铁锅这东西，我跟你说，这不好。别我俩说的没有用的，讨论你呢？你说我是干什么玩意儿？能听话不，大哥？赶紧跟嫂回家。不是，你说咋回去？这车都上了，再说了，就想回去，他也没有返程票啊。返程票，返程票嘞！有办理返程票的旅客，请与我联系嘞。那个，你好，他俩办返程票。啥什么玩意儿啊？等会儿，干啥呀，媳妇儿？是不是刚才我上厕所的时候，你跟兄弟说啥了？你让他劝我回家？不是，媳妇儿，你说我就纳闷了，你咋就不让我出去打拼呢呀？我，哎呀，是，就是我让老弟劝的你，你就说吧。跟不跟我回去？我这想好没？我想好了，买吧，回。老弟，来坐着，不是大哥不知足，大哥从小没上过什么学，就在农村长大。如果不出去啊，我估摸着我这辈子也就这么着了。所以，大哥想跟你说，兄弟，趁你年轻，一定要多出去闯一闯，哪怕没闯明白，自己都不后悔。行不，兄弟？哎呀，大哥没啥给你的，给你扒个橘子，吃吧。这么的，大哥，我帮你个忙，我劝劝大嫂，让她跟你一起打工去，行不行？真的呀？真的。兄弟，这忙你要是帮大哥，大哥实在太谢谢你了，那就。你就看我的吧。行。常言说得好，吃人家嘴短，我这嘴是真短。把门票买完了啊。啊？买完了。买完了啊！退了会，退回去。咱俩不一
小伙的吗？你干啥呢？大嫂，来，大嫂，我刚才想了想，你俩先出去闯，闯个两三年，你如果闯不好，你就回来呗，对不对？再闯，如果你俩闯好了，把父母一接回来，这不两全其美吗？说太好了。事儿啊，倒是那么个事儿，但是啊，你大哥呀，他脾气急呀、啊。我跟你说，昨天中午决定出去打拼，那昨天晚上啊，就让我收拾行李。咱村来了个那个高雅什么那个艺术团啊，来演出来了，那我都盼好几个月了，没瞅着，老遗憾了。大嫂，别遗憾。嗯，我其实就是个演员，什么高雅节目都能演，我还上过春晚呢。哎呀，那你给我演个节目呗。行，大嫂，你想看啥？耍猴。大哥，耍猴？我村里最高雅的就是那耍猴，哥爱看了。那个猴倒是能演，关键是没有棍儿。卖棍儿嘞，卖棍儿嘞，小孩玩具、魔术棍儿啥都有嘞。我买，咋这么欠呢？大哥大嫂，只要你们家庭和睦，这个猴我演。哎呦，妈妈妈妈妈妈！哎呀，兄弟。今天啊，这个表演我跟你说，是我看过最好看的耍猴。没事没事，兄弟，哎呀，大哥今天是真的要感谢感谢你。没事没事，你看这么快都到站了，大哥想咱俩下车之前一定要加个微信，以后到北京咱哥俩一定好好照顾一下子。大哥啊，我不去北京，那你上哪呀？我去秦皇岛。啊？